当你的妈妈坚决不让你吃外卖，哎，啊，谢谢啊！哎呀，你走错屋了，我家907，隔壁908。吃呀，咋不吃呢？这个不好吃啊！吃呢嘛。哎呦，筷子掉了。哎，你筷子不刚掉地下吗？你用我的，我这筷子好。你俩人同款呀？没事吧？你吃你的，我俩。好、哦，哎妈，我给你做个拍黄瓜去吧。哎呦，我手嘎出血了。长辈迷惑行为之不达目的不罢休。姑娘，你吃不吃樱桃？我不吃，吃一个，妈特意给你买的。不想吃，你是最爱吃吗？没有啊，你尝尝，这不一样。你不吃，啊都没尝就说不吃啊？我刚才碰着你张姨了，张姨你记得不？不记得了，咋不记得？小时候总来咱家，那我哪记得？总爱打麻将那个，他儿跟你一边大，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你看你咋能？张姨，我知道。你看我就说你知道。啥？姑娘，你穿哪件衣服？黑的吧。黑的好吗？穿白的吧。妈，你要是心里有答案，你就不用问我了。那你看你想穿哪个呀？黑的呀。妈，黑多磕碜呢。我穿白的。行。告诉你们，在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？当你玩手机时，干啥呢？看这个，看手机，看手机的。干啥呀，笑笑？妈，这潮流放流都不行，别整那么胖手机，天天给咱看，看啥？不要啥看的，看潮流流，看山看水多好。当你出去玩时，咋的？你不是说要五十五六？上哪儿热去啊？天哪热的？妈，这几天看新闻，关于国家大事，别干一天干些没有意义的事，干没有意义事。帮你订外卖时。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需要二两粮。爸爸，那些全国统一的妈妈的谎言二，还不起床？怎么中午12点了？早上8:30。还不睡觉？这都晚上12点了。晚上9:30。长辈迷惑行为之模糊概念。还睡呀、啊？都快10点了。哦，才8:50啊！睁开眼睛得10点。啊，再磨磨蹭蹭的就中午了。轮到你，有点快快。那再睡最后10分钟。A few moments。行了，10分钟到。这一天就捧着手机，别玩了，才玩半个小时啊！你几点开始玩的？10点半呢？现在几点了？11点呢？那快一个小时了吗？行了。